一二三，跳！先记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神，今天我们要来玩 Minecraft， 我们今天要来当魔法少女。Hello， 我是可爱的俏魔女小白，我是可爱的俏魔女圆圆，我是可爱的俏魔女羽毛。今天好恶心啊！我要女生那一段，我要女生那一段。我可以把就是羽毛的这一段给剪掉，只留下圆圆的吗？还有你们为什么要带着互相彼此的头啊？不行，恶心死了！羽毛，你最好少。等一下，哪一个才是羽毛呢？帮我们分得出来吗？这个是羽毛换着圆圆的内衣，还是是圆圆穿着羽毛的衣服？又或者是其实这里面拔下来，其实它是小白嘞？搞不好这才是阿神的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一张很强、很强、强到不行的游戏。这张地图的名字非常非常的长，又非常非常的佛兹，它的名字叫做《超级救命佛兹魔法师的欢乐水沟派对》。超长的。那这是一张算是我们很少很少玩的中篇的一款冒险游戏，它最多支援四个肥宅一起玩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找到了两个肥宅跟两个魔法少，你们可以把头拿下来了吗？看了很不舒服哎，魔法少女，拿下来，拿下来，尤其是圆圆看了最不舒服，带着羽毛的头，然后是那种身材。那这张地图呢，是一张在巴姆特上面有一位叫做雾君的人制作的地图。那在今天开始之前呢，如果宝宝们喜欢我们四位魔法少女的话，别忘了给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们知道，看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破，来一个魔法的数字。小白，你来帮我们决定一个四位数字好了，你是我们的魔法少女的导师，好不好？要是我们没有突破这个喜欢数的话，你会变成青蛙，知道吗？这是一个好很重大的决定，都给我多少个喜欢？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是这个数字对我来说意义重大。好，就是一。一个是喂，太吵了啦！看看我今天可不可以突破一万个喜欢。要是没有一万个喜欢的话，小白就会把他的频道的icon 改成一只青蛙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喽。在开始之前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作者的规则说明。Kitoki。规则说明怎么了？游戏模式请使用冒险。哇哇，前面是那个展示图吗？冒险模式，所以我们是 Game Mode 要调成 Two， 难度挺调成普通模式，好酷哦！普通模式是 Difficulty Normal， 好，普通模式。然后这个是请关闭云朵，好萌哦！关闭云朵。哇，我第一次看到除了就是文字叙述还有图片的、欸、是视野距离调成12个 chunk、哦、这是眼睛的意思吗？中介之眼、哦、不过它是正常人的眼睛。12，好酷好酷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请将音效全开。好，音效、okay、哦它有声音耶、欸、哦粒子密度请调成少量或全部。我怎么已经还没开始玩这款游戏，就觉得这款游戏应该会蛮棒的，超酷。然后这个是，请勿随意放置破坏方块、盔甲座还有物品展示框，好可爱哦！哇，那里面有一个小萝莉耶，萌萌的。这个是，请勿尝试翻越地图外。哇，他是吓到想爬出去吗？好萌啊！哎呦，哇塞！这个是什么？请使用地图专用材质包。都装材质包了吗？圆圆有装了吗？对，装一下。好，它的材质包啊，我刚才装的时候发现它的材质包有点呛。你看，用上桥，不知道在干嘛，呛爆。好，我们等圆圆，圆圆装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那这边有一开始的剧情，我们要先来看一下剧情喽。来喽 ，3, 2, 1，Go！ 东元。个十百千万八万1933年1月30号，某乡下聚落，正在梦乡中的男性的声音。这个是小白啊？谁？你哥哥，你真是的，不是上面，你不要当女生好不好？上面啦，上面。哦耶，小。小小的内裤依旧香气丰富，我这个做哥哥真为你这妹妹感到骄傲。妹妹就由圆圆来当好了。哥哥，你真是的变态！哇，好爽！再一次，我没有听清楚。
超绝脚踏车从天而降，然后你就被惊醒。我刚刚在睡觉。好，然后哦，这是小白，小白你要讲话。哇、哦，太突了，讲话啦。算了算了，不是那个上面那个，在上面有没有在看台词啊？哦哦，操！我房间怎么会有个该死的脚踏车？嗯哼，算了，去小肖房间看看。笑师生笑，笑崩溃了。小肖房间看看我可爱的妹妹是不是起床了？小肖啊，起床了没？啊，哪里？整个家走过了之后，走到了客厅。啊，这家伙最跑去哪里？桌上有纸条，等等，不是吧？男子拿起纸条要求，擦的嘞，编完这老套梗是哪个过气死肥才搞这种法戏？好，羽毛还没配到音对不对？羽毛就配其他的 NPC 好不好？我就当旁白，然后小笑就是圆圆，然后主角就是小白。好，角色定位完成，所以这是我们家是不是？夸张吗？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很狂的系列哦。这到底是什么世界？我们先来搜一下好了，这是魔法师肥宅的世界啊，好像没有什么。妹妹是变出来的，哦，原来妹妹是幻想出来的，是不是？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特别的东西，所以那张纸条在、哦、我们手上、欸，哎，任务道具，充满油味的纸条。OK， 那所以我们是要出去吗？哦，这里返回重生点，你丢，我们丢，你丢哦，还是要上楼啊？嗯，还是按这个按钮啊？这个是什么啊？这个是打字机吗？所以上不了楼上。然后那我们要干嘛？他有说我们要干嘛吗？纸条上好像有些字，有些字。哦哦，把那个道具栏打开。有有有，来羽毛。哦耶！猜猜我是谁？是我，肥宅魔法师。你要错，我要出来啦。哦对了，你没有借走了。想回去的话，就跟我签订契约，成为魔法烧酒萝吧。哦，我懂了啦，这里才是开始啦。哦，准备了。3 2 1 go go！ 哇！吓到！刚刚像是在做那种就是坠落的噩梦，有没有？你没有做过那种梦吗？就是一直往下掉，一直往下掉。有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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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有，超恐怖的。上不下去了。然后退，然后就尿床了。这里是哪里？帐篷看起来像是帐篷了，我们要去找我们的妹妹，救我们的妹妹！这里有一滴，救妹妹！是的，这里有一个箱子。哦，魔法少女们集合！哦，是法杖，什么武器？魔法宝石法杖，物理形态，然后减0.8的攻击速度，加2攻，怎么感觉是有点烂？好，那每一个人拿一支法杖，然后每个人发一组面包，然后跟辅助道具得意志黑科技火把，无限德国空力世界第一，可以放置在石砖上，然后跟一本书，超绝朱咪佛之魔法师的欢乐水沟派，他是不是少一个字？乐水沟派对续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打开书里面写，第一页超绝朱咪佛之魔法师的欢乐水沟派对续。这个是主角，来，哦操，08不是在客厅吗？这是哪？一个中年耳男的声音出现了，小老弟，你挺着急的吧？才刚看到我留的纸条、啊，就毫不犹豫的签下契约啦。三分钟前，我瞄着嘞，我才不管你是魔法师还是三小，把男人的妹妹还回来。你看着纸条瞪大了双眼，仿佛是发现了披萨上加了凤梨的意大利人。但是他就你知道凤梨啊，根本不应该放在那个披萨上面。你们敢吃放在披萨上面的凤梨吗？我完全不敢、欸、我会挑掉。好吃、欸、我也是挑掉，超恶心，超恶心。他们底下留言站起来，超好吃。但是他就只是张纸条，你觉得他会回你话吗？此时此刻，纸条发出了光芒，顿时一股难以形容的刺鼻恶臭味弥漫，你实在无法保持意识，口吐白沫，倒在自己家里客厅。这 TMD 的叫做签契约啊！一直在气氛难耐，脱口大骂。好啦好啦，这算我不好啦。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，大家都叫我波兹。给我闭嘴，妹妹玩奶。哎呀哎呀，别那么不领情嘛！看到你前面的遗迹了没？只要进去了那里面，就能找你妹妹哟！救命！你他喵的，你给我出来！你他喵的，有种出来点啊！我还不把你再抓完之后，那声音也再没有任何回应。那么接下来你该怎么办？哇！肥宅的冒险开始啦！找妹妹，找妹妹！
来走！哇哇哇！哎、欸，他直接重新重生！哎，刚好有重生点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！哎，重生点，按一下哦，血量跟宝石度已回复。哦，好，所以这是一个 PVE 的地图吗？我有点害怕，我要把契约拿在手上。好，好，这样应该没问题。然后，哦，火把能够插在那个石半砖上，所以如果觉得太暗的话，就是可以把它给插下。哦，这没问题吗？哦，我应该是可以。我们一起跳好不好？来喽，好，准备喽，一、二、三，跳！生气喽！好了，下去吧。这可以知道有三个人那个思想有多错多错重生点很重要、又找到一个重生点了、雨虹水沟第一层 水沟、OK 水沟第一层进不去，所以我们现在在水沟里面，好暗哦，这是什么、看一下哦，嘿、恐怖恐怖OK OK 恐怖阴森道路三恐怖阴森道路一，我们先去一好了，好不好 OK OK 好来走超级娃娃唱歌，我觉得这张地图不得了这张可以怎么办呢、我可以再冒汗了Hello， Hello， 哇，好棒啊！哇，天堂，电灯开关，有吗？哦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，有，有 ，OK，OK，、okay, 哇，哦，带回家，带回家。然后这里是喷水测试，什么东西？我怎么觉得他的名字都有点奇奇怪怪的？我不知道。超前卫时尚餐厅，好，我们先到餐厅去看一下，好，很正常。吃东西怎样子的前卫法？上面有写合成肉素食套餐四号、三号、二号跟一号。然后站在这里的是那个字念零吗？零绝零块 ，I don't know。对话，不好意思，请问哦，这个是主角，来，主角有请。不好意思，请问这地方是？你是第一次来这里吧？我没看过你哎，这里是雨虹水沟第一层的时尚餐厅哦。我感觉不能得到什么线索。你为什么要低？所以没有办法进去。讲话委婉一点哦、okay ，箱子，箱子，什么？箱子后面。哇，箱子。任务道具一，第一层厨房钥匙哦，找到了啦，这里啦，这里啦，可以放在石砖上。哦，哎、下个毛啊！这里有个超级巨大箱子，里面有些食物，带一些食物在身上好了，因为它竟然有血量设定跟这些东西，我觉得应该是会有一些战斗的元素，所以把一些东西带在身上，以防万一。然后 okay,、yeah. 这些东西都看一下好了，发射器里面看一下下。不要偷人家衣服！被发现了，被发现了。好，没有东西。这边有一个卫生纸，完全。哦，这里漏斗，漏斗。哇，好多、哦。第一层喷水厕所，厕所没事，干嘛？哦，谁拿走了？我拿到了。啊、好，拿着它，我们去喷水厕所。走。休息一下。偷偷的告诉你，我要捡到另外一个东西。什么东西？这是哦，一个帽子，上面写。时尚法王，我戴起来有时尚吗？哇！我血量多，我血量多两格哎、欸，酷、wow. ！走，我们去喷水厕所，在这里，我们一起上厕所。又欠啦！哎、，Hello， 哇！真的在喷水啊！他是真的在喷水啊！天哪！一人一间，来嘿！我被冲走了。有箱子，喷水厕所里面有箱子哦，我找到一个前往图书馆的钥匙。好啊，正常。哎呦，啊，圆圆你也下来喷一下是不是？我上来了。这里有人呢、欸，这里有人。有人吗？可以看他上厕所吗？可以对话吗？可以、欸，对话。瑞奇，搞什么东西？哦，抱歉，请问一下，你可以教我怎么去找这个叫福子的人吗？干我什么事啦、啊？去隔壁图书馆问啦、啊。先不要去图书馆。好，就没人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去图书馆吧、嗯。走。哎、欸，这个有检查过了吗？有，没东西。OK。图书馆是在
在哪里？在这里，在这里。OK， 第一层图书馆。哇、哦，好大哦！啊、这上面写什么？《拳头老哥历险记》。在这片古老的大陆，有一名英雄，人们称他为黄老拳。他的盖世武功响彻天下，但人们不知道老拳他其实有个梦想，他的梦想就是去乡下开间杂货店，过着幸福美满的一生。哦，好幸福啊、哦！是啊，真棒的幸福。这边有一个人叫阿宅，Hello 阿宅 ，Hello 阿宅，先不要去了。阿宅变魔法少女，那是我们的信物哎、欸。不能够随便给别人，好不好？我们这可以对话、啊，可以对话吗？那跟阿宅讲讲话。对话，好啊好啊，阿宅讲讲话。阿宅旅行者，不是阿宅图书馆。如果要上二楼的话，很不幸的告诉你，楼梯坏了哦。嗯、你们刚刚听见什么声音吗？什么？有听见吗？欸、有僵尸？哦，这里有那个哎、欸，魔物，魔物，这里有魔物，魔物，哇哇，是贾文清，贾文清，贾文清。Hello， 贾文清。哇哦！所以如果要到二楼的话，要找个方法上到二楼。Mm-hmm. 哦、跑酷吗？呀、yeah. ，是跑酷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有办法跑得上去吗？哦，可以、欸，可以。哎、欸，哦上来了，上来了。然后嘞，哦，羽毛那里也可以，那边也可以，这边也可以。然后嘞，这里吗？哦，好酷哦！所以要一层一层往上爬。然后，哦，圆做了什么事情？哦，一本书的名字是不是？他一路上心情舒爽，但没想到路上有只蜘蛛被他撵到了。这只蜘蛛很生气，中年男子见状肇事逃逸。OK， 这个故事傻眼。下面有一个书叫做老妈潮湿阴气下。OK， 我去看一下。牙医因为考试非常差，被老妈锁在又湿又阴暗的地上。他在原地徘徊，需要找个方法出去。三分钟之后，他放弃，于是开始躺下来睡觉。这个故事比我小学作文还快。干嘛？我上不去了啦！这边好像有路，这里，哦、这边有一个、哦，那里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所以是跳过去，来用力，像我这样，就不是像我这样，救命啊！可以念咒语了吗？米卡噼里啪啪，米卡不是什么叫做噼里啪啪？圆圆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太对呢。什么叫噼里啪啪？噼里卡噼里啦啦，轻松开朗。哎、欸，失败。哎、欸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够开朗了，够开朗了，开朗。所以上面有一个宝箱，宝箱里面，哦，它比较厉害吗？哦，比较强一点点呢、欸，它是加四的， uh-huh. 那这个就给噼里啪啪那个大魔法师拿好了，叫噼里啪啪，然后一杯力量药水，这个交给我们的主角拿好不好？那我拿个兔肉汤就好， wow. 那羽毛就拿个对，好，那好我们走吧，这样子而已嘛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边有个肥宅魔法师。在人们不知道的地方住着一名魔法师。这名魔法师，行恶多端，只为了自己的快乐，成千上万人都被他玩弄而丧失生命。这个人难道成千上万人？我们走。谁？什么？没事没事没事。汤啊，基德律师。有一天，有一个老太婆因为意外把自己的猫玛丽拿去微波炉给烘干了。老太婆在玛丽的墓前不断道歉。这时，一名男子出现在老太婆前。我叫做基德，是名律师，我今天专程来为你的猫讨回公道的。OK， 这边还有一个，这边还有一个宝箱，不要瞎掰好吗？不要瞎掰好吗？瞎掰好吗？我得到任务道具，超恐怖阴森道路002号钥匙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拿的东西了啦，所以我们可以前往002号了。所以每一个区域都有一个特别的东西要我们去寻找就对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去002号吧，走。我们先补个血好了，这里可以补血，还记得吗？好，嘿，你哪里？这里啊，起点的地方。迷路了，迷路了，这里啦。我先把002号。喂，等一下。渡上去，002号，走。开、okay. 哦，邪恶魔法师的秘密第一层，秘密下角啦。OK， 进去看一下。哦，一个宝箱，里面有德意志火把，我先拿在身上，还有一瓶药水、欸，哎、哦，飞剑立即治疗药水，什么？秘密的道路。哦，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先检查一下这里还有没有什么秘密的东西，有没有秘密嘞？我想要秘密，没有秘密，有苹果。好，我们下去楼下吧。好，走。好，我们是不是逐渐的被这张地图感染了？好可怕啊！哇，是祭坛呢、欸！哇塞，
这吓毁啊！哦，这是什么？吸血鬼的不自杀声明，独角兽的口水，脚踏车的车垫。哇，他要献祭什么东西？他献祭这个？这边找到是三个东西，是不是啊？哦，看起来应该是。好吧，那我们先上去。脚踏车的车垫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脚踏车的车垫，我们就努力帮他找脚踏车的车垫吧。找一下脚踏车的车垫。难怪我在路上看到那些脚踏车的车垫不见，原来就是魔法师狗的鬼，是不是？我的演员魔法师嘞，这里，前面还有两扇可以进去的地方，派对包厢第一层 ，Oh yeah， OK， 派对，哦，好，是棋盘格子，踩错会回溯哦。那怎么知道要踩哪一个？哦，天花板，天花板，天花板。哦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这里。举头三尺，交给我们最厉害的、最瘦的去把圆圆交给你了。好，出花。好，来，我来操控你，左转，左直走到底。好，停，躺下。啊，躺下。旋转，跳跃，再直走，右转，右转，右转，再右转。OK， 再直走，哎、啊，左转，他发现完全没有在听我讲话，完全无视我的话，无视。那里有什么？哦，还要继续走，还要继续走。哦，我可以直接哦。羽毛难道想？为什么跳不看不过去、欸？我试试看，我试试看，我试试看。交给我，交给我。你们在看什么？你们在看哪里？哦哦，你在想什么？什么？哦，成功。啊，交给我，我也要。好、欸，不行了，他有那个啦，挡着啦，我们要发动魔法了，霹雳卡，霹雳啪啪，嘿，好，啪错了、欸，不要啪我啊，霹雳卡，霹雳啪啪，OK， 好，行，有一个箱子在最底层，在这里，大家进来看，好挤，而且听到好奇怪的恐怖的僵尸的声音，我打开喽，好，哎、欸，笑，打不开，打开了。里面有一个任务道具，脚踏车的车垫，上面被划破了，还差了一张 CD， 为什么啊？为什么啊？这张地图也太坑了吧！还有一些火把，交给魔法少女好了，走，我们往回走，往回走。隔壁是贾文清啊、哦，往回走，往回走。嗯、哦，可以直接走回去了。出来了。嘿，这里是普通茶水间，里面有一个叫做超级普通啊阿俊的家伙。为什么？阿俊。哎、欸，你谁啊？我怎么没看过你？不好意思，我第一次来吃你。我话怎么变了啦？啊这样啊，给你的忠告啦，隔壁房间最好不要随便进去哦、欸。那个阿俊，那个字念顾。哦哦，忠告啦，忠告，忠告啦。房间最好不要进去，那里有很奇怪的东西，到处看看吧。好。Okay. 哇，我有国文好的时候啊！这里有任务道具，这里有得意之火把。任务道具是什么？我有哎啊，我的得意之火把。好，比较的大，比较的大门钥匙，我完全听不懂。拿着，你们刚刚看到什么比较的大门吗？比较的大门，我好像没看到哎。好，我们先走。比较大的门。比较大啊，在这里，在这里啊，在这里，比较的大门，好，放上去，我得意之火把，偶尔插个插，好不好 ？OK， 不然就有点浪费得意之火把。澡堂，这个时候里面应该没有人，好快啊！哇，冲啊！哇，直接冲进女生的，冲啊！看哇，有啊！Hello，Hey babe， 关门，哎，帮你关门，里面有东西吗？里面没东西。哇，这淋浴间哦，里面有没有东西啊？有漏斗哎、欸，检查一下，好像都没有，都没有。哎、欸，你看公共浴堂，公共浴堂，男女混浴吗？哦，不是。OK， 有东西吗？有东西吗？找找看，有人好像很开心一样。没有，好像没东西哎、欸。哇，原来女生的澡堂这么无趣哦，对吧？这里面的箱子有看过了吗？有没有什么？里面有人，有人的话代表他一定要换衣服，换衣服的话代表快翻啊！没有啊，没东西，没东西，为什么？不可能！现在味道应该还在，味道还在。哎呀，这里有个洞哎、欸，偷窥孔吗？这里，有个口。哎、欸，可是这看我哦，等一下，哇！哦，我以为是他在偷窥那个孔。哦、对话。哎、欸，老弟，想来看些什么好看的吗？什么好看？你到澡堂里去找找啦，等等就知道了。这个家伙怪怪的，还是不要跟他讲太多话好了。
好，男生的应该就不用翻了吧？没有，没什么。嗯、好，没有东西啊，这是公共澡堂啊，这里面诶、欸，下面那个地方漏斗要看一下，搞不好有什么关键性的道具，好像没有哈、嗯。好，走，来看看。是，他说有好康的哈。哦哦，什么？有一根拉杆，我拉得下去，有发生什么事吗？不会是？兴奋了，兴奋了。等一下，这是哇哇哇！你看这个视角，你看这个视角，哇！什么？每个人上去看一下，哇哇！哪里哪里？我看，哇塞！哇！第一层休息区钥匙，请到你们来拿。哇，这张地图好棒啊！好赞哦！这是我今天玩到最坑的地图，是往这里走啊，休息区一层，所以我们这边都找过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嗯，欸，都看过了吗？好像左边还没有走过哎、欸，这里这里这里，这里还有两扇门，这里叫做男性宿舍第一层，进去看一下好了。Hello，有一个叫伯和的家伙，不好意思哦，可以请问你一下，这个水沟的游泳者是谁吗？是谁我不知道啦，我只知道他是个魔法师。等等，你不是住这里的人吧？给我滚出去！再去问其他人。所以是真的有一大堆肥宅是住在这个下水道里面，是不是？好酷哎、欸！我们找找看有没有东西好了。这男性宿舍，哦、他们有宿舍，这什么老鼠会吗？邪教，邪教是邪教，什么邪教？这一定是邪教啊！住在下水道、哦、女性宿舍，哇、哦！来了，香香的，有味道。嗯，请问你是？不好意思，但请问你知道这里有没有住着一个魔法？等一下，暂停一下，为了谋观众的福利哦，以后这个 NPC 如果是女生，就交给圆圆来念好了，好不好？我突然觉得刚刚有点不太舒服。为什么？我们再一次，圆圆，不好意思哎、欸，我是圆圆，你不是，拿下来呀、啊，圆圆来，好，请问你是？不好意思，请问你知道这里有没有住着一个魔法师？哎、欸，魔法师我不知道哦，但是我跟你说啊，最近澡堂洗澡的时候都有种被偷窥的感觉，害我最近都睡不好。我知道都谁在偷看哦。再去问问其他人吧。我检查一下女生宿舍有没有什么东西好了。我看一下、哦，好像好兴奋，粉红色，甜美，哇，我也要。圆圆，你可以把那个拔下来吗？那颗头，好像没有东西，我们走吧。嗯，好，所以我们要前往，走了啦，走了啦，前往第一层休息区的钥匙，所以应该是这里，第一层休息室。休息室是什么地方？哦，这地底下很多人，你干嘛啦？这地底下好多人呢、欸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小解谜。对，好，那你们解谜，我先如果等一下没有人有台词的话，就去推那个解谜啊；有台词的话就念来喽。这个是男生，人生海海，干需要都了解。很干。医生，你怎么了吗？你觉得交往只交三天就分手的我会很好吗？不去。好，我们来推东西吧。所以应该是他黏过去。好，哦、然后圆圆那个黏过去，推他，推过来。你干嘛？来 ，OK， 好。哎呦，好推。吸，你们做事啊，推。有、吸，正在录影、再推给我。再一次。专业。OK， 来再一次，还可以有的、有的。来吸他。来吸过来，推他，漂亮，很快，来，很快，来，逻辑爆炸，哇，逻辑爆炸，对啊，推 ，OK， 哇，吸过来，然后再推他，然后再吸他，哇，速度很快，哇，这效率，哇，好棒，我们做了什么？我不知道呢，有拿到什么东西，捡到什么东西，打开什么东西吗？会不会是这里啊？应该是铁门呐，这里，哦。这是餐厅后面嘛？他有告示牌哎、欸。不好意思，求你知道这里的魔法师住哪里？我不太清楚哎、欸，但我大致上知道他住在水沟的第三层啦。第三层？那请问我怎么该到达那里去？管理通往第二层的人就住在兔牙男俱乐部中，他有点难沟通啦。俱乐部，
涂鸦男。好，这里好像没有东西耶。啊，我们进来干嘛？怎么可能啊？跟他talk？talk？啊，怎么可能、啊？拿情报？是吗？不对，情报在外面就可以跟他讲话了、哦。下面，下面，下面，下面。要打开下面。哦，那是一个东西哦。哇！哦，任务道具，吸血鬼的不自杀声明。这个事态真是糟糕，连吸血鬼都差点自杀了。哇！这个我带着。所以刚刚的关键任务有，哦，我们已经找到两个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找到两个了，所以还缺一个，还缺一个。所以这里打开了，还有什么地方是可以进去？可是我们却没有进去的。缺一个独角兽的口水。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在哪里？来，澡堂，澡堂。哇塞！女厕哪里？哇！哇！这谁找得到啊？女厕，女厕在哪？哦，这里穿过了蓝色内裤。哇！到底是为什么会卡在灯管里？哇！这个只好交给这个要交给谁来穿啊？加2000趴的生物追踪范围。哇！这个谁穿都很尴尬，这个要谁穿啊？哎，我是有一件啦。你为什么有一件啊？我扒他的。哇！好了，这个我就穿了，好不好？内裤我可以穿，嘿！哇！这个是高级货，这个是便宜货。等一下，演员，我觉得你穿上去应该不会有差、欸，因为你本来也是穿那个啊，情趣内裤嘛，对吧？对啊，一模一样啦，没有差，一模一样，好不好？啊，这有人穿了，有人穿了，我们还缺一个，这不是这个东西吗？缺一个重要的任务道具。003我们还没去啦。003还没去？对啊。003的钥匙吗？没有，它是直接木门。哦，真的还假的？我们还有一整大区哦。哇！恐怖应声道路003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003，走好久哦。兔牙男俱乐部有了啦，就是这个特别兔的。哦，好，突爆，OK， 突爆，魔物突，哇、哦，魔物，哦，好突，兔牙男，还有 NPC 呢，原来是兔牙男。哦，这里有一个，这是什么？神奇插孔第一层，哦，看来需要嘟一些东西进去。好，我们要嘟什么东西进去？哇，我太性感了，玩到想年剑，太性感了。这里有一些宝箱，宝箱里面有一些食物，食物里面没有东西。哎、欸啊，什么？嗯，燃烧的地毯。哦，原来是钢管舞哦。这是圣怪砖。对。哇、哦。所以这里看起来不像是有东西的地方啊。这里有一个石像哎、欸，好像需要机关弹打。嗯，我觉得应该是要嘟一些东西进去之后才行。他说的。嘟什么？嘟一些东西。骨头可以嘟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应该不要乱嘟，好不好？我们那个思考一下再回来这里，好不好？我们先离开这里。我觉得我们还缺一个那个独角兽的口水，走，还是口水就请演员吐一小口就可以了。这是什么？啊？你是独角兽啊？这边有东西哎、欸。会。哪里？找到了啦，冲击娃娃间啦！为什么？为什么在一个不相干的区域啊？什么冲击娃娃间？它怎么藏的？在这里，这里。我刚吐了。哦。哇！里面有独角兽的口水，怎么可以这么臭啊？臭找到了！哇塞！三个，有了，一二三，好难啊！不是，独角兽的口水是香又甜的吗？我说臭啊！我以为都在同一个区域哎、欸，还有我在那边一直找，所以是这里秘密、哦、这里邪恶魔法师的秘密，走去看一下是什么秘密。嘿，还有三个不一样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一个是独角兽的口水，我扔；一个是吸血鬼的不自杀声明，我扔；一个是脚踏车的坐垫，我扔。呼，我拿到了一个不明物体。滑鼠一上去，上面写我不知道这是啥，但真的是有够臭的，可以放在机缘上面啊啊！把它嘟在上面，把它嘟在上面，嘟上去啊，嘟上去，嘟上去！兔牙俱乐部，兔牙俱乐部，兔牙俱乐部，钢管、在这里对不对？是恐怖阴森道路三，金钢管，在这里应该是这个吧？来喽，嘟进去，门开了。哇！我不知道，我看一下哎、欸。挑战 BOSS 超级兔牙 EX， 然后这上面写需要击败 BOSS 的证明。BOSS 战今天的最高潮，
来喽，各位，准备喽 ，3, 2, 1, go go！ 我开始挑战超级兔哦，在那里，在那里，在那里，哦，很强吗？哦哟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，很痛吗？会吗？不会啊，很可爱的。哇！哇！假兔兔，假兔兔，我要他，皮皮卡，皮皮啪啪，哼，巴黎，哇痛，不要揍我！这好像在欺负他哦。不要被他好可怜的样貌欺骗了哦！不要被他可爱的样貌欺骗了，他其实很凶的，凶不乖坏，这是什么霸凌现场啊？小兔兔，我都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了。哇，他掉了，掉了，他掉了两根，一个是哦第二层的通道，另外一个是击败超级兔牙 EX 的证明。所以我们要把证明。嘟入上去，嘟上去，奖励发送。哦，我拿到武器门牙战劫。哇！还是叫门牙战劫啊？门牙战劫啦！啊，我们要怎么前往下一层的、啊？哦，这里啦！哦，看到二楼了啦！要到二楼了啦！嘿，哦，嘿，进入二楼的大门已打开。好操！我操个头啊！今天的这集阿乐是我操了个暗道之后，希望宝宝们会喜欢今天的超绝救命波之魔法师的欢乐水沟派对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别忘了给留下一个大大的飞，大大的喜欢。看看我们今天可以突破一万个喜欢，我们就前往下一层地下二号的阴森道路。我们下期节目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